在河间府有个叫冯树然的人，粗通文墨，还算有点本事。但是他流落在京城十几年，一直不得志，即使有遇到机缘，最后也总是落空。他恳请别人帮忙，人家口头上答应，实际上却置之不理。生活上的穷困潦倒，心理上的压抑苦闷，逼得他到吕洞宾的庙中朝拜求梦，祈求仙人能化身梦中，对他的命运给予启示和引导。当天夜里，他梦见有人对他说，你不要怨恨世道艰难，人情冷漠，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怨恨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上辈子喜欢凭借虚伪的言辞来博得一个好名声，遇到有善举好事，你明知道此事不可能办成，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，以此使对方感谢你的赞成与倡导。遇到恶人犯法，你明知道他的罪行不可饶恕，你却再三为他辩护，以使对方感谢你的拯救之恩。你的这些做法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或坏处，但是你充当好人，使得别人都感恩你，而怨仇愤恨却都归结到了别人身上。你把这巧诈奸谋运用得太过分了吧？何况你所赞成怂恿的事，或是你极力拯救的人，你都把自己摆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上，无论成败，这其中的利益还是危害，全是由他人去承担的。但凡有某件事略微触及到你的一点利益，你便唯恐躲闪不及。就算是眼看着别人被烈火焚身，或是溺水将死，你只要略施援手，便能救人于水火，你却因为怕麻烦而撒手不管。你这种险恶的居心，还用得着祈请鬼神来指教吗？如此看来，别人对你看似亲近，实际上内心对你非常疏远，表面上看起来对你十分关怀，实际上内心对你非常冷漠，发生这样的事也是理所当然了。你自己想想，这样的境遇应该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呢？神鬼在对一个人要求，若是他偶然有一两件事做错了，还可以用他其他的善行来补偿，但假如这个人心术坏了，那便不为阴曹律法所容了。你的这辈子算完了，只能是赶快努力修善，为你的下辈子积福吧。这位名叫冯树然的人，最终落得饥寒交迫，贫病而死。